NDD 镜特的特色哈，那 NDD 镜特色部分的话，它 NDD 镜的一个是属于一个模式哈，在我们相机后方的正上方的部分，它的用意在哪里哈？它的用意的话，它可以哦让哦在我们强光的拍照之下，可以抑制光晕哦，不会泛白哦。好，在这个大太阳底下哦，可以抑制光晕，不会泛白哦。只要按下我们 ND 哦减光模式。那第二点的话，它可以哦延迟快门。哦，延迟快门，大家都知道，一般相机的话，如果延迟快门的话，它会过度曝光，哦，过度曝光。但我们透过我们的 ND 哦滤光模式按下去之后呢，它不会过度曝光。